请大家说出我刚才那句台词出自哪部经典电视剧，是出自哪一集？啊，三比三啊，三比三，刚才刺客也失误了，可以。有人要连我，啥意思 ？What do you want？《西游记》第四集，《西厢记》，我靠！啊，老鼠精 ，OK， 大家都是同龄人啊，同龄人，老鼠精，我靠，那个和尚演的太好了，我跟你讲，我觉得那一集里面演的最好的就是那个和尚。你施酒，我给你送茶了。嗯，快行。啊！原地起跳，不要动！你不就是和尚？我全真九七有极限啊，九七没有限。好，小凡，屌！一弟哥哥，女菩萨。对，《西游记》啊，《西游记》是的，是的。玉兔精那集啊，玉兔精，不是玉兔精，老鼠精那集。哎哎哎 ，Let's do it, bro。好，打晕。我靠，不会吧？不会这么残暴吧？好，童主任，对方要反超比分了吗？汉宫突然这么强了吗？突然觉醒，我靠，这么愣，这么愣。什么？喂，河北采花的声音，我没有听过啊。老鼠精，猴子都被摸了。我靠，不会吧，童主任这么强，不是防不住啊，他在那边乱动啊，能防得住，太倔了，是防得住的，防得住，头是真的铁。啊，跳过来，不要动，真是歪，完了。好，丢。躲，伤害有点高。嗯，是，伤害是有点高啊，是有点高。老罗主机游戏，哎呀，老罗来了，好久不见你啊，兄弟，有一段时间没看到你。啊，刺客。主打一个乱动啊，哟西，这能反三不太可能，毕竟啊这个血量太低，比利也没有什么连段啊，没有连段的比利要打出来高伤害是不太可能的。好，四比三了啊，四比三，可以啊，两匹总能创造奇迹啊。消失的积分，我靠，什么鬼，刺客被捏了，这是刺客被捏的要死啊，还不还小，只能反击风火轮，消失的积分，刺客不会打了，突然感觉不会打了，突然觉得啊，这个世间少有的一种对策烟消云散啊，刺客被卡住了，被卡住了 N 寸，一批是刺客啊，刺客对节奏全无啊，完全被打懵了，自己打傻了，很有可能啊，妈妈我的荷兰豆，你看对方怎么来怎么有，怎么来怎么有，还有个草地精啊，还是草地精的话也不一定能秀起来，刺不进去了，刺客怎么换名字呢，对，早就换名字了，醉酒状态玩游戏啊，躲，我靠，这怎么打怎么有啊，这是，我去，这是连翻五个吗，让三追五啊，让三追五啊，不太可能吧，哇，差一点，太吓人了，
太吓人了啊！兄弟们点点赞啊，点点赞啊，点点赞、啊、兄弟们，秒下来。哦哟，这还能翻盘，这还能翻盘，要敲疼，我去，我们都去多伦多。哎，兄弟，香菇爸爸受你启发，哎，我觉得很像啊，难说了啊，这把难说了，这把难说了，要折要折，没有出来，素材又来，认真了，啊，两匹慌了，两匹慌了，乱出招，我跟你说，但是还是引到了对手，你怎么不捏？我现在不想捏，敲头，啊，有气的话连不起来，点，哎呦。要再见，要再见！哎呦，我靠，不会吧，兄弟，不会吧！好，时间，时间，我去！哎呀，没有连上！啊，怒拿五分啊，怒拿五分。